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8集的节目。这一期的话呢，我们挑一组朋友呢，也是变形金刚同号呢，国安小兄弟啊，称呼他小兄弟是没有问题啊，今年还是高中生啊。他的话呢，改造了一款玩具呢，他跟比较常出现在我节目里头的那个小李呢，他们两个呢都是怪兽迷啊。那这个的话呢，他是用了变形金刚07年时候的那一款模具一个陨石形态科布文具改造的。那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载具形态呢，是这个哥斯拉就库斯拉系列里头，就怪兽之王系列里头呢有一个叫做斯库拉的一个，就是像是螃蟹还是什么蜘蛛一样的一个怪兽啊，可以看到这个头在后面啊。那这个待会的话呢，它还可以完成一个兽形的一个变形啊。哎，我们提早跟大家做 Kingdom 了，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呢，大概呢也顺便说一下啊，这个模具也顺便聊一下好了。当年的07年的时候呢，是推出了这一款也 Deluxe 等级的一个 Artemis Prime， 那就是它出来到地球的时候的这个形态。这个呢这个玩具呢应该号称啊是电影系列里头呢可动度最高的 Deluxe Class 啊，因为它的一个身形几乎人形下几乎跟人的一个形态是完全一样啊，公差什么都非常的精准。那么呢后来呢在它一度的呢就是绝版之后就非常的贵。那到了14年第四集推出的时候呢，有做了这个 G1 配色。但是 G1 配色这一款的话呢，各种松动啊，它的一个做工可以说是完全不能跟07年相比，非常非常的弱啊。那之后的话呢，在第五集的时候呢，又推出了一款这个科博文进化世代组合吧，又推出了这个配色。那这个是我记得好像是跟奥利安派克斯还是跟这个 Wolf Cybertron 的 Deluxe Class 的那个，反正就是一个第五集的时候推出了一个组合包里头的其中一款的配色。这个配色还不赖啊，而且公差的话呢，跟这个关节的紧实度来讲啊，是明显的比14年推出的这个要好上很多。所以单纯以做工来讲的话呢，这个07年的如果是95分的话呢，它应该有85分甚至到90分，但这个的话可能就只有70分而已，落差是非常的大的。不过呢这三款呢都不是我第一款入的，我最早入的呢是这个这个的话呢是用它下去涂的啊。这个我是09年回台湾，这是我09年的12月冬天的时候呢，在一家玩具店买的一个日版啊，然后呢当时的我呢还喜欢对玩具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上色，就给他涂了一涂啊。所以说我身上也是，我是一个很多陨石科的一个 OK， 我也是很多陨石科的收藏家啊。那么呢这些的话我们就暂时都把它给撤开，那我们就暂时留这个就行了啊。那么由于它的一个变形结构设计的关系呢我们先讲一下好了。从它里面看，这透出红色的这个部件啊，我可以推断呢，100%推断它是用了这个14年的这个模具下去做改造的啊，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个公差最弱啊，你用它来改造，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它的话呢，由于变形的需要呢，它这个地方的锁扣上了，那后面的话整个完全的，包括背整个都锁住，所以它的一个腰部呢就完全不能动，因此呢，这一款玩具的可动呢只剩下手臂的一个旋转。那还有这个二头肌的转动，手肘的转动啊，然后手腕的话呢本身是也可以动的啊，那么腰部的话完全锁死，腰部应该说这个身体以下应该说就只有头跟手能够动啊。这款玩具标榜的一个高可动已经在这个改造之后已经是完全不存在了啊。那也比较可惜的是呢，这个玩具的话呢，它的武器呢是可以完美的收纳在这个肚子里头的啊，就是变成陨石的时候它可以收纳在肚子里头的。但是这个的话呢，由于这个改造过后嘛，变形的需要呢，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就不存。那我们的话呢，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示范了啊，它的变形呢跟原本那个陨石形态呢其实差异并不大了啊，主要是这个锁扣呢把它给解开，这里解开。其实也不用讲解特别详细的吧，因为基本上大家也没有机会就是去摸到这一款玩具啊。这两个部件呢回复到原来的一个往上提一些些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地方呢整个背，你看它整个多出来的部件其实都连在背部这个部件。我们把它往上推一点之后呢，我的目的呢是要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从这个地方给打开，我只是方便把头给缩进去。缩进去之后呢，再把这个盖板的话呢往前面
给盖上去，这个头缩下来，转正一点，缩下来，盖板给盖上。好，然后呢我们画呢再来做什么呢，把这个手臂的画呢给往后面转过去，然后呢透过这个松动关节把它给转到这个身体的下方去，钻进去里头，塞到内侧，这个部件往前盖，这里也是一样的，往上这个转到一个，反正呢就是以一个不会去干涉到的一个状态下呢把它转到内侧，塞到这个甲壳的一个下方去啊，大概到这个位置。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呢整个往前面翻转180度到前方来，这里整个转到前方来，哎，转过来了啊。然后呢两侧部件，这两个部件呢先不盖，我们先把这个脚呢往后面推过去，它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在这啊，这个地方是有一块凸啊，跟这个两脚掌中间呢会有一个，两个脚掌呢各有半个凹，然后形成一个大凹，然后跟这个凸扣在一起啊，整个后面啊已经缝合上去了。再来的话把这个部件呢彻底的往前面推过来，再把前面这个凸呢扣进这个沟槽里头啊，整个往前面推，我是没有推到底是吧， OK 啊，往前推，这样子开卡进去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这里把它给扣上，好，两侧都扣上了。那后面这个地方如果松开的话呢，再把它往上面扣一些些。那如果这样子你觉得还不够呢，对，因为它还有最后一个结合卡扣，就是这个卡扣呢一样扣回这个地方。它的整个变形的思路呢，就是它小腿侧边这个板在人形状态的时候是往后放，那陨石形呢是往前放，然后去结合，同样是结合同一个地方，只是这个结合的这个位置呢做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微调而已。这样子的话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陨石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再把这个玩具的话呢做一个前后的对调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怪兽之王里头的其中一款怪物啊，斯库拉。好，那根据这个国安小兄弟他的一个说法呢，这个斯库拉的这个脚的话呢是必须要啊，这个地方是一个 V 型啊，这个还是正确的一个摆法哦。看来这个这些小兄弟们对这些生物的一个研究还是比较很认真啊，是真正的一个玩家爱好者啊。好，那么完成了，有没有很霸气？说实在话，还真的是蛮像样的哦。不过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手工的一个自己捏的一些，当然上面有一些做工的一个不是那么样的精细，这很正常的。不过呢，作为因为我对这个怪兽的话是没有说那么熟悉啦。这种远古生物的话呢，身上有一些粗糙的这个表皮啊、表面啊，甚至有一点点的这个脏乱，甚至这些像是碎碎的这个石头的感觉，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加分的。它后面这一段是这个是多出来的啊，多做一个尾巴。那这个主要是一个利用这个陨石的一个外壳呢，来充当是这个斯库拉的一个这个背上的这个像寄居像是蜗牛的这个壳吧。那可动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可以上下动。那这个地方是球冠，这里也是球冠，以及这个地方根部也是有球冠的。所以说如果你要让它的一个人物再低一点的话呢，好像也是可以，但是幅度有限，但是绝对是好过没有。我们再把它放低一点， OK， 哎，但是这样一来就感觉像蜘蛛了吧，对吧，浮得太低就像蜘蛛。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眼珠子，也还是有做出来。那我这里就再讲一下，当时收到的时候闹了一个小乌龙，就是他这个头啊，因为他头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球形关节，那当时是掉了下来，那掉在盒子里头啊，所以我出拿到的时候呢是没有后面这个，没有后面这个头的，那我就会以为他是不是长这个样子，长这样的啊，我以为是什么就是陨石科博文，然后被异形感染了还是干嘛，对吧，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怪物啊。原来并不是啊，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一个形象。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啊，这是变形金刚同号呢利用这个变形金刚07年啊 Deluxe Class 这个陨石科波文呢想去做改造的一个怪兽之王斯库拉的一个同号改造作品。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